2023新北欢乐椰蛋城即将在11月17号正式开城，今年同样会在市民广场、站前广场等地打造梦幻的主题灯海，更是精心设计了抹茶椰蛋树蛋糕，打造浪漫氛围。开城之后，每个周末将会举办丰富的活动，邀请民众一起度过欢乐的岁末年中。2023新北欢乐椰蛋城正式启动。民众最期待的椰蛋盛会新北欢乐椰蛋城迎来第13年，从11月17号开始，一连46天点亮新北的夜晚。今年活动推出光雕投影秀，照下开城以来最广的展演记录，搭配可爱桑塔熊造型的灯条，带给民众前所未有的视觉震撼。我们有全台最大的裸视 3D 的这个荧幕演出，我想这个是我们这一次最大的一个亮点，将在我们的市民广场展出。那第二个展点就是在我们的府中广场，那最主要那边的区域是我们的市集的所在地，所以它会搭配我们这个府中商圈一起把一个市集办理的相当的不错。这回记者会也抢先公布系列活动资讯以及主题灯区装饰，包含市民广场的椰蛋甜蜜派对、站前广场的甜蜜小镇等。活动更邀请知名 IP 白烂猫参与，在万平公园打造椰蛋派对布置，更融入新北各区的地景和美食，推出创意灯饰。再一次的邀请我们很多的市民朋友，我们台湾的好朋友，还有我们所有国际的友人，从11月17号开始，我们开城，一直到1月1号，46天，可以到我们新北市的这几个广场来看我们的欢乐椰蛋城的设计跟布置。除了圣诞夺目的光雕秀以及浪漫灯海以外，开城的第一个周末将会举办童趣嘉年华，有精彩的音乐歌舞演出，还有卡通人物带动跳，而呼声超高的巨星椰蛋演唱会则是在12月9号、10号登场，陪伴民众度过难忘的椰蛋佳节。记者综合报道。